配合公園獨特的天然景緻，水上樂園將鞏固海洋公園作為主要度假勝地和休閒區的定位。作為亞洲國際都會，香港擁有這個獨特設計和建築概念一流的世界級水上樂園，展現香港人的無限創意，是值得每一個香港市民感到驕傲。到以後外地遊客可以重臨香港的時候，水上樂園亦都係會係一個吸引力十足的新亮點，豐富香港的旅遊資源。